睡美当道，穿出时尚新态度。今年的秋冬一直到明年啊，就是属于都会感的，或者是它其实是一种比较男友风的，它没有那么强调女生的线条感。对呀，这个封面，对。TVBS 欢乐台四十二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